主。在美人鱼的故事里，他选择用天籁般的声音交换人的双腿，赢得王子的心。不过原版故事没有那么容易，他虽然换到了人类的双腿，但每走一步便如刀割，疼痛不已。即使王子隔天就要娶别人，他也为王子献舞，但是王子还是决定娶别人。于是美人鱼在姐妹们的牺牲之下得到一把匕首，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不过我们知道他下不了手，所以后来变化成泡沫消失在海中。第四名，白雪公主。葛林兄弟最早版本里要杀白雪公主的并不是她的继母，而是她亲生母亲，这样子的设定听起来更恐怖。后来迪士尼修的版本也拿掉王后叫猎人杀死白雪公主后带回她的肝脏跟肺之后皇后叫他们吃下肚子桥段。在葛林兄弟的结局是白雪公主的婚礼时邀请皇后出席，而白雪公主是她穿上烧到烫红的铁鞋让她跳舞跳到精疲力竭而死亡，所以千万不要惹错人。The little men are not here? No, they're not. Make it pie.第三名，睡美人。在原本的故事里，睡美人沉睡后，真爱之吻唤醒睡美人。但是原版的睡美人是附近的国王经过强暴睡美人。睡美人虽然在沉睡中，但仍生下了两个孩子，直到其中一个孩子意外将他手指中的银色亚麻吸出，睡美人才醒过来。但邻国的国王早已有家室，为了使故事符合道德标准，还安排邻国的皇后试图杀害睡美人孩子的桥段，使得国王后来将他处以火刑，并迎娶睡美人的安排，让这整个故事看起来合理一点。第二名，灰姑娘。原本的灰姑娘虽然被两个姐姐和后母欺负，但是在童话里她还是得到仙女的祝福与王子结婚。但是在葛林兄弟的版本中，姐姐为了穿上玻璃鞋，除了把自己的脚趾头和脚跟砍断之外，最后还被鸽子啄瞎眼睛。So this is love. So this is what makes life love. I'm going back.第一名，长发公主。葛林兄弟的长发公主常常对着王子放下她的秀发，因此她也迅速的怀孕，试图用衣服太紧借口瞒过女巫。当然女巫最后还是发现了，所以将公主放逐到荒野里，并引诱不知情的王子将她推下高塔，使她因荆棘而失明。公主被放逐之后也生下了孩子，不过这一家三口最终还是在荒野中相遇了。Mother knows best. Listen to your mother. It's a scary world out there. Flower, clean and glow. Let your power shine. Make the clock reverse. Bring back what once was mine.谢谢你的收看，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赞，如果想要持续追踪可以帮我按订阅，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哦，我们下次见。